所以佛法里头常说啊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事出世间法就是一个因果啊，因果何以不空呢？那我们要问，因果在不在万法之内呢？在，万法皆空，为什么它不空？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因会变成果，因空了，果又会变成下面一个因，因也空了，所以因与果都不可得。那么所谓的因果不空是说什么呢？因果转变不空啊，它互相转变，因转变成果，果转变成因啊，因又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转变不空，相续不空，循环不空，讲这三种事情啊。转变、相续、循环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